这个是位于洛杉矶尔湾很划算的一个标准的独栋别墅。大家好，我是洛杉矶房产经纪人 Chris 刘。这个房子的门前就是一大片公园，没有任何的遮挡，这个是第一个优点。咱们现在呢进房子里面看一下，刚进门呢就有一个这样的挑高通向二楼，再往里走呢是非常宽大的客厅，而且呢一个大的推拉门可以让更多的阳光进入室内。整个房子已经升级了几万美金的高档木地板，而且厨房使用的都是美国最顶级的电器品牌，包括冰箱也是包含在房子里面。整个房子是四房4.5个卫生间，也就是说每个卧室都有自己独立的卫生间，两车位的标准车库。咱们接下来呢通过这个大的推拉门，咱们看一下院子。这个院子非常的方正，而且也足够大，可以根据你的想象去创造出你喜欢的风格。坐在客厅里面呢，通过这扇大的推拉门也可以欣赏到院子里面的景色。这个户型呢是楼下一间卧室，楼上3间卧室。咱们现在呢在二楼，可以看到呢二楼有一个小的客厅，放个电视，放个沙发，一家人互不打扰，也非常的不错。咱们现在进入了这个房子的主卧，主卧呢窗户是直接对后院的，所以是可以看到后院的景色。整个房子前面没有遮挡，后面有大院子，而且这么棒的户型，还升级了高档的木地板和配了顶级的电器。下面说大家最关心的，原来呢是173.7万，现在有10万的优惠，是163.7万，仅此一栋，地块是不可复制的。感谢您的观看和关注，咱们下次接着聊。